零食，你们干啥呀？有零食，买菜去了。明天不过年吗？年过小年啊？这么快？那你看呢？还给你爹买了几个大礼。没有零食，连个屁的食，干你！你看、啊，不知道好不好吃。和你哥俩买一条大头菜，我给你炒了。又买大头菜，他又买了。他说是价格大头菜就得使劲炒。人家，哎，哪天我给你们炒，真的是。这叫绿甘蓝，你哪天买的炒的？当当硬买的。当当硬。他不是当当硬的事儿，就是你们不会整。那个越硬哈，他抱的团越紧，完了梗子越多。我都买就是像大头菜一捏虚宣的，它越多。那个炒时间长的，不好炒。哎呀，整出来嘎噔嘎噔嘎噔，我这阳台快，咱俩可以别整这玩意儿吃。俺家炒这玩意儿，我都给别人炒老长时间，多轮点水又轮点。你做东西是那个，人家哪是你小姑子嫌我整的馅子不好吃，没有她整的馅子好吃。那你刘亚明天天，刘亚明兄弟天天吐槽他妈做菜多难吃呢，那他还觉得挺好呢。啊，吃谁的饭吃惯了，人家孙悦就说吃他妈的饭不好吃，愿意吃我做的饭。我大扫除，今天扫啥呀？今天厨房我都收拾一半了。他强呢，收拾一半。棚顶那个啥玩意儿？你这真好，你这回来就干活。哎呦妈，你妈这没时间。我今天我在家我也收拾家呢。整利索完就完事了。哎呦我天哪，你还能上哪儿去？给你找个梯子不行吗？我早上擦这块的时候差点掉下来、啊、你看那块擦干净了吗？啊，这块我跟我说差点给我掉下来。哎呀，不是，你看着吧，看见了吗？嗯，啊，看着吧。啊，真好，回来就有人干活。啊，你看哗哗的掉了。好好好，碰到眼睛里了都。你别那啥，你带个什么东西？这谁不说是？你带个什么东西？你不能那么整。你头上可套个东西，完了那个戴上口罩。对对。穿多了，这味儿也挺大。哎呦！过年到了，你家干啥去吧？你说。嘿嘿嘿。这我小姑子。春节大扫除。一回来就那啥呀，咱整的干不干净就完事了。行，干净。你要不你实在不行，把我那楼房也整一整。哎呀妈呀，这一天，那你见过不要脸的，见过这么不要脸啊？鸡西还有个房子呢。哎呀妈呀，哎，就这活呀。啊。呀呀呀！这活儿啊。这活儿呀。嗯，这活儿呀。太棒了。哎，没事没事没事，这一天岁岁平安，岁岁平安了。没事没事，那个一会儿不行，再拿个瓷砖提衣裳完事儿了。都没粘住，都粘出来了。哎，这家伙，这没他边上那一溜。哎，你看这个关键时候还得这玩意儿呀，这个炉灰这玩意儿，这个不行，炉灰这玩意儿还是差劲。嗯，笑死了，这家伙吹牛吹一半。哎，这还用不用你家？还用不用我了？没事儿，我该用用。刚说完就掉链子了。只要不花钱，咱就用，没事儿。掉两块砖，怕啥的？哎，那个边儿，你别用它了，这边儿说不定一蹦能蹦掉的。这个啊。他在那个火墙跟家烤的呢。主要是你干活你就干活，你别吹牛，你一吹牛我家火墙都不乐意了。他就是那个烤的没一点焦没有。对，烤没焦了、嗯、到时候切两块再贴上就行。没事。啊，炉子上面黑烟呢。嗯。我放杯热水。整热水干呀？放点热乎水一会儿抽抽的。我这里一锅烧的，你还放点热乎水？是啊，烧了满满一锅。哎吧，这一会儿不是酸掉了，一会儿在那锅子盖踩漏了。还想让人干活？还想这不整那不动弹呢？碰着。哎呀妈！哎，这谁家哈？哎，那你们奶奶那啥够走？哎，对了，他大姑，你上来你这够都够不着，可能哈。还整个海
吧，那全员上阵，全员上阵就差你了。看你大姑海拔，一整还一翘脚，意思你高呗？那我比他高。啊，他一看我翘脚，他就来干啥来了？开始埋汰我来了。你知道哪个是师傅？他说这么着，他说那么着，哪个是师傅？夹子在那，你把手那里放，吓死我了都！啊，夹这里的啊，夹这里的呀，整不明白了。这还一个捡漏的呢，整的挺好啊，还有个楼搁那等着呢，这整啥？啥都整不上了，你说这。你我把这个喷上点，头喷上点不行吗？那对，那也没有用，喷不到他身上，你能不能是蹭的？只要是，还是管点用，我告诉你吧，哎呀。你给我拿个北那红的北京灯，给我站这儿行吗？够的。红的北京灯。那个啊、哦，哎呀，那个灯不行，这个灯嘛。行，我早上就站那上的。那个凳子。行，唱吧唱吧得了。那么行，真行。慢点啊。住啊！这擦个房，把小命整没了。这回干净了吧？干净了，行，完事儿。没干净，这照之前干净不少。今天晚上没啥事儿，然后我朋友回来了，然后我们去吃肉串儿。然后顺便给大家看一下吧，看一下东方红的串儿大概是有多大啊？就是别的地方我也不太清楚，然后就是只限于东方红这一块啊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就是东方红的串儿到底有多大。啊，走啊，就这家了。来瘦的吧，瘦的来十个，咱俩得少点，我跟你说，掂量着来。嗯，你吃瘦的还吃五个？一样五块吧，吃不了那么多。那一样来五个吧。嗯，腰子来呗。来五肉皮吧。五个肉皮。嗯。两斤心管十袋。新管来我行啊，可以。再给我们拼一个呗。土豆丝海带，这什么玩意儿？那个是龙须菜。你给我来个龙须菜，然后豆泡，这几样拼一个行。拼一个。嗯，对。我们的瘦肉加凉拌菜，看看啊，就这一串，就这一串给你们看一下，老过瘾了。对，我们吃串的标配啊，没错，这玩意儿就来这，这玩意儿蘸蒜酱吃。人家这个，而且这个是免费的啊，免费的。吃肉不吃葱，香味少一半。人家是吃肉不吃蒜，但是我们这个标配葱，标配就是小毛葱。心管肉皮，你看你们能吃多少？这是瘦肉啊，老过瘾了。来啊，我们。先给大家表演一个肥的，看看啊，这就是我们这块大串，绝对嘎嘎过瘾。样式不多，但是来了就是纯吃肉。嘎嘎香。这还会锅吗？灵魂交给。必须的，你有件事吃啥呢？来点孜然。咱俩就这么站。这鳕鱼你不来一口，尝一口。哎，再来重头菜了啊！来，对，牛的，牛腰子。那必须一块好啊！好，猛的必须干一下子，你知道吗？必须来一下子。哎呦！哎呀，鱼呢？来个大鱼，哎，行，比猪的好吃，真的。真牛腰啊，必须干。韭菜啊，嘎嘎的。
这是你回来我头一次吃这么红红，我以前晚上我都不吃饭。你晚上你看啥呢？咱自家的玩意儿。五号梦中吃饭是吧？到了就睡觉，对不对？你要跟我接点。梦里啥都有，梦里啥都有。真是饿了真睡觉。不是你，你就那个车，那在那边起火，起火完了之后说回来说你灭火说，再来你搁那往回一拧，他一档往后再一拧，韭菜蘸芝麻呀？我不想蘸芝麻，让他们自己蘸上去。你可以尝试一下。哦。然后大排骨，看看我们这些实在是干不下去了，然后我再干一个排骨，这些一会儿回去打包，回去继续打包。来点交给宝。不，那个不要。然后，就是来这种地方吧，千万不要多点，不要多点。真不要低估这个东北肉串这个实力，我跟你说，千万不要多点。你看这个排骨，就吃肉。啊，昨天吃那个大，昨天咱俩还没点那个啥呢，没点那个大骨，我点大骨，咱俩一人一个大骨，啥也不吃了，吃不下。嗯，这大串，还手指头粗呢。那天我看是哪个地方呢？就一个签儿，知道吗？酥签儿玩意儿。一个签儿一块肉，就我跟你说那，搁油炸嘛。对啊，你那酥签儿玩意儿呢？那也便宜，一块钱一串。这个是两块五还是三块？嗯，那也比那个多。对啊。这排骨好吃。